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今天就教大家做一个非常吸引的日式梳芙里班 cake， 自己做不用十元成本就做到了，比在外面餐厅吃便宜不少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开始啦。完成啦！震腾腾的梳芙里班 cake 好吸引啦，等我即刻试下咩味先。梳芙里班 cake 非常松软，而且再配上糖浆咧，就更加好味啦。最近少咗出街，大家不妨留喺屋企试下自己整啦。Yoo-hoo！